都得出来了呗。说到那个小姐啊，跟她的老公第一次来阿里山，新婚蜜月旅行会装扮。她的老公啊，很紧张，喝了红粉哥，她就开始叫了，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她老公还跟她说，现在回国洗手，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后面三秒钟没有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她老公说。他老公跟他老婆怎么讲？叫你不要叫他来叫，你以为在房间了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出来了不要太紧张哈。好，来，三道奇迹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来，第一个奇迹是什么？南北回的交界，玉山十三峰，跳舞的太阳。再来，全台湾26个会员当做联络股，我买一台。小小的阿里山有2个，有没有知道哪2个？唱一首歌给你听的。我们现在都请我们那个国小的生，每天都三对轮流，3对1个小时站在大门口，每天唱给我们大陆同胞听。哎，大陆同胞开始见他们，见他们。123到台湾，台湾有阿里山，阿里山。来，什么最难？阿里山，导播他们要分工，哎，两个要换，因为全世界的高山都难得到，只有3条有轮船接轨，1条智利，2条印度大西林，喜马拉雅山，3条阿里山，哪一条最有名？当然阿里山啦，因为人家的火车开过来，碰到大峭壁，翻个山洞。我们的火车开过来，碰到峭壁没有挖山洞啊？往上移，碰到峭壁又往上移，来到独立山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，转过了以后就这样。全世界唯一的，可以拉住人的人类。好，阿里山有什么？有没有看过大理阿凡达？全世界最离谱的。那我问你，从2岁到60岁，你看到过一棵大树，那个公鸡、雌公鸡、几百个都会蛋，一直排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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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在游乐区看那些矿物啊，最多才3000，人家现在最新的那一个4600。那你说在这个外国人都进去看这一个，叫水库矿物。好，前世就是为了快乐，其实难捡，你站在这里，全部都是前往的，这个是跑进哪里了？对嘛？你若不凭条约，将台湾殖民地的土地砍掉了几千万棵的千年灌木，台湾光复以后，我们要砍掉几千万棵，出卖给人家。所以你们现在看，日本人砍树的时候怎么砍？超过4个人报的16尺才可以砍，超过40人报的60尺才可以砍。最好的拿回去修理他们的名字成功大啊，那个皇宫大佛了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最好的埃战还留在台湾？没有到，没有人知道。好，几千万个是从地上发现，地上会有几千万个。下大雨的时候，地上的跑到阿里山来，他就跑不起来。会没事，把它给挖，把这块木一起看，丢在水里面，几千年不烂。他说：“我们一打太阳，然后他们开始种，就是种完了以后，来一百年一百多年，日本的后面到底多大？这个120年，这个，但是他们种完树又开始种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百年太久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干脆提早20年进来的，结果呢，他们引进了全世界最烂的树，种在台湾的土地，覆盖。”
这些官的还说起来就叫烟花兵，还有白花兵哦。这种兵是经过协调的，他们就是会做分两个兵，好点叫刘禅，最重要的重视只能做半点啊。搞到现在，我们自己都没有问题啊！我妈妈，我是越南的，啊，是越南的，他的住久，他住太久，对啊，我以为是大学生，我是大，我们都是大学生，对，你是从台北来吗？很远的地方啊。我是他们是学弟妹，是毕业也行啊。我是他的学长姐。什么社团的？啊，没有知道。香港回归，什么？专家，看得来的，认为他是因为今年的四月啊，四月以后，因为四月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人大部分年轻人会越来越多，年轻人爱香港，最喜欢带他的人，整天啊，还爱香港。第一天，第二天，我香港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他就会走到了进步城下面，整天坐在那边家看，通通没有带，没有关系。我那个欧巴桑啊，早上去种地，下午四点多回来，哎，早上去种地，下午四点多回来，他们还在那边。我们那个欧巴桑就问他们，跳海，哎，你们是不是？哇，怎么整天坐在那个大树下？那个新加坡的老先生。不要新加坡人在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天哪，老夫请你，你这一生当中，你有没有跟你的老公做在几千年的事情？这样真的做一个更好的夫妻吗？”我要跟你这样说。他说：“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啊，会生小孩。”